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吉他世界网站，我是朱佳明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一首那跟前几堂课不一样的一首曲子。那么这首曲子叫《Blue Moon》。那么今天我选的是 Tommy Emmanuel 的版本。那么为什么选这首曲子呢？因为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些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美式指弹。那么之前我们讲的都是以 Boom Shake 这个节奏型为主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 Blue Moon 呢，是沾一点爵士乐。那么它低音呢是以 walking bass 的感觉在往前走。那么这首曲子很有意思。那么2010年的时候，我记得汤米来北京的时候，那我们聊天嘛，那么他跟我讲这个 Blue Moon 的故事。那么之前呢，他编的 Blue Moon 并不是现在这个版本。那么之前他是用 Boom Chick 在弹。那么后来他遇到了一个爵士乐手，那么萨克斯手。然后他们在交流，那么那个萨克斯手就跟他说："说汤姆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低音变成 walking 的感觉？那么把这个低音做得更，就是音更多，密度更大，那么更饱满一些。"然后之后呢，汤米听了他的意见，就改成了现在的 walking bass 版的 Blue Moon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首曲子，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Blue Moon。那么这是 Blue Moon，这首曲子，那么大家可以听到，它基本上整个曲子都是运用 Walking Bass 在进行。那么我们从慢到快开始练习。那么下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啊，大家看到这首曲子还是 C 调的一首曲子。那么前面呢是一段 Walking Bass 的低音的一个进行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Bass 乐队里面的。小的音阶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加入我们的节奏部分，靠弦，那这个难点呢，就在于我们手靠到弦的同时呢，还要把你的音弹响。好，我们加入节奏，它的律动。
们进主旋律，注意它的低音啊，低音是这样。小音阶 C 调音阶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Fa Mi Do， 那我们弹的是12品的二三四弦的泛音，继续，回到 C副歌，这个我们低音是一直持续的在往上走啊，上行，这个 C minor 7去 A 7，注意这儿，这是一个半音下行，我们注意的要点在于我们的音呢要有保持音，不要吃音，记住它不是单音，不是这样，是每个音都要保持听，这样才会好听。继续回到主旋，刚才呢我谱子上呢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即兴的成分，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的话呢，可以试试即兴一下，因为这个我们弹的是C 调，那么我也是以就是蓝调风格，那么我们可以弹哪个音阶呢，我们可以弹 A 小调C 小调的这个布鲁斯音阶，比如以 C 当啦来弹这个音阶，回来，连续两个十三和弦，这是一个升D，升D的十三，升C，回来，这就是 Blue Moon。 那么这个曲子呢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它运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常用的 Walking Bass 的一个低音进行方法，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尽量的分开的练习。那么前面呢我们先把 Walking Bass 走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加入旋律音，那么这样呢让它变成一个整体的歌曲。再一个，这个曲子我们要多听原版的演奏啊，我们多听 Tommy Minor 的版本，看看它是怎么把 Walking Bass 这个在这首歌里面运用到极致的。那么这就是 Blue Moon。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那么可以
在网上跟我来交流。那么我们下节课见，拜拜。